要为大家介绍 Excel 技巧49。在这个49的技巧当中，要教大家的使用方法是，现在我们在这个第一个格子里面，在做登打的过程当中，比如说我们在登打文字，文字登打完以后，每一次我们都会按 Enter， 你会发现它按 Enter 的时候一定都会往下。那因为每一个人在操作 Excel 的时候，有可能都是希望他打的时候 Enter 键会往右，这时候呢，每一次你要登打，你都还要利用你的键盘再去把它改成这个右边的这个格子。那你这时候怎么办呢？可以利用到我们这个 Office 按钮里面的 Excel 选项里面的这个进阶，在第一个选项当中，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写按 Enter 键后移动选取的范围，现在目前是方向是向下的，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去选择你每一次按 Enter 的时候它会用的方向。比如说我刚刚讲了，我想要用向右，所以你在这个地方按确定，所以以后你在打数字，在打里面的资料按 Enter 的时候，它就会自动帮你往右边去做移动的动作。